你要洗澡了吗？先不洗。哦。心疼你，怕伤到你手指。 我不是来替您解释的。你好。我找郑姐。舒玉洁她受伤，请病假了。受伤？ 谢谢。干嘛？打电话。 怎么了，石总？生气了？什么都是你的了，怎么还这么小气？大早上打扰我们，我就不能上去了。石燕，你又想？